8月12日，浙江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保安逼迫外卖女骑手下跪，引发外卖员群起抗议，当局出动特警维稳。8月12日，网传图片显示一名女骑手跪在路边。有网友爆料称，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一名保安与外卖骑手发生冲突，疑似保安要求外卖骑手下跪。有网友描述事件经过说，女骑手送外卖，但河边没有路到目的地，于是她把车停下，从绿化带中过去，出来的时候踩到了围栏，物业看到围栏倒了，将她的电动车钥匙拔下，并要罚款200元。保安要求骑手赔偿损失，并下跪才归还钥匙。外卖员最终以下跪的方式取回车辆。网传下跪外卖员是一位兼职的女大学生，年仅19岁。骑手下跪的图片在当地美团、饿了么骑手工作群内撞开后，数百名外卖骑手前往西溪世纪中心抗议。网传视频显示，12日下午，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附近，骑手们在现场要求物业保安公开道歉，并质问为什么要他下跪。中共派出特警在内的大批警察在现场维稳。有网友拍到视频显示，西溪世纪中心小区外停满了警车。视频还显示，大批警察围成人墙，推搡，阻止外卖骑手靠近西溪世纪中心。突然，警察冲着外卖骑手大喊后退，接着大群警察簇拥着一个男子迅速离开西溪世纪中心，大批骑手紧追其后，有人用手机拍照、录视频，还有人朝着离开的方向扔水瓶。据传，涉事保安未出面解决问题，并躲藏起来。该保安还发表了侮辱性言论，现场气氛一度紧张火爆。地上烫啊，兄弟！把人拉走干嘛？一句外卖是狗，你说一句外卖是狗，你一句。打狗了啊！你要谁先开骂的？是谁先骂的？我操你！哎，不让进呗！哎，是吧？哎，兄弟，你又叫那个保安出来给你跪2个小时。现在这个事情很严重啊，该是警察。事情还没得到解决。
现在全部是堵死了的啊，人山人海。现在东西南北门啊，全是人山人，也全是帽子叔叔。围住他，跟他跑啊！车准备跑了，妈的，故意去堵住他。
抖音。让骑手不要调变了，你们再赶紧检查一下，不要调变了。应急管理，公安、特警全部过来了。下跪道歉！下跪道歉！可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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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闹大了，都在那开心呢。杭州电台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
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